来讲，我觉得因为已经参加过很多届奥运会了啊，那么对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，这个奥运会是最高荣誉、最高级别的比赛啊，非常期待。我也很荣幸能够再次带领中国队哈，参加这个奥运会，也希望尽我所能，帮助球队取得最好的成绩。